下人多可奈何，魔生却比别相科。明知普产稀能贵，半亩甘苗胜甲禾。永靖他们的这个农耕技巧非常的精湛，早期清朝甚至于日本时代就这样了，甚至于现在台湾省，假如那个果苗树苗园艺呢，那些大部分原产地都是永靖栽培。走到乡下去，你可以看到苗木园艺，再加上高挑的槟榔树，还有可以看到一座一座的三合院，红砖黑瓦等等三合院，这样衬托起来，这个等于是乡村啊，非常的美。